跪都不下来，看到娘娘，你看俺娘又出息了，跪来呢。土地，你想买地，向哪里走？那块地是得赚一多钱啊？这么多地，为什么偏偏要买你家那块地？那你家人现在都住在哪？死了，像我妹。阿帕嘞，我跟爸可能会离婚。怎样？要我帮忙吗？找你来回慰燕南啊！学校打来说，在阿帕的书包里面收到 K 他命。我爸就是被这个害的，我不希望你跟我爸一样。上次来纠缠你妈那个外人还有来吗？要是我爸哪天带个死小三回来，我也会很不爽。那要是你妈呢？雪，如果我跟你说，我就留下来。这么干吗？啊！我用永阳的喇叭皇后啦！你没看到他们是怎么不留后路？你没看到他们？什么告别了？你在讲台词哦？妈妈是不是很久没有跟你说我爱你？周庭曼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哦，庭曼后，这样邀请，好吧？